好，商务老板具体的大概是个，下面咱们看一下分享，再来看一下分享怎么去做啊。好，下的 SDK。
其他的我不用特色了，是这个。哎 ，GZ 和什么情况？4.7兆，是一样的。2.63，哎，文字这个看一下，其实这个提取到当前目录，我文件格式有问题啊。啊，这是官方的 demo 也是这样，简洁版的 SDK。这是其他平台的下载，差点 GZ 可文件，我们上次是下载的吗？这是我下载有问题啊。3.5的版本，3.5.8的版本，这是它版本的变化，是这里啊，没错啊。SDK for 安卓，下载简洁版，弄到桌面试一下。这个是吧？4.69兆，怎么一下就下载成功了？网速没这么快。打开呀，多，这个是吧？然后呢，再打开。这是 Unix 操作系统的文件格式啊，因为 GZ 跑。啊，用 IE 下载一下试一下是吧？用 IE 下载这个把地址复制一下。SDK 下载这个是吧？不安卓 SDK 下载。SDK 下载，打开，用这个工具打开，快下载了。安装这个是吧？先说用一下的，试一下。对啊，我们下过啊，怎么今天？再试一下。打开。貌似可以了吧？然后呢，解压到。解压打开。直接打开，打开，哎，这可以了哈。解压到，这还是放下工作，先弄到桌面吧。编辑提取，看一下，输这里啊，输这个。我们主要的是不是要，不是这个，这是文档。看一下，这个我们是指令这个是吧？解压这个，解压到指定的文件夹。啊，对，这个是吧？啊，对，我们用的是这个文档。那现在我把这个拷贝一下啊，是吧？把这三个都给你拷贝过来了。
复制，放到这个实弹第四天资料，把这个删掉了，啊，就这三个。好，咱们看一下不安卓，然后呢，咱们就可以看这个文档的步骤去走了。对，好，在 Windows 系统上直接去运行这个架软件，直接运行一下这个架软件哈，双击。啊，这个前提条件你要配环境变量，配掉之后，这个还记得怎么写吗？项目名字，项目名字咱们叫做 Smart 北京哈。那咱们找到了这个清单文件，直接拷贝就行了。清单文件，这个是咱的包名是吧？好，包名弄一下。好，我们的包名，当然这个是 Smart 北京，是这个，写一下。Smart 北京是不是这个？Smart 北京。好，现在确定，好，已经检验完毕。检验完毕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往下找，找这个提出的界面啊，这咱的项目的，这咱的报名啊。Linux 下是这么的一个检验方式，首先是咱们刚才那个 GZ 文件通过命令来检验啊，然后第二步呢是配置清单文件是吧？第一步呢添加权限，添加权限是哪个是？复制这个是吧，好，这个是复制，然后呢把这个权限呢加载过来啊。现在智慧北京没有什么权限啊，不像呢手机卫士权限一大堆。好，这个权限弄过来了，然后看下一步，下一步是添加 activity 信息，前必须配置，之后的版本只需配置中间的 impact 可以省略，不定发的，只要它有就拷贝，因为上次它这个文档突破了啊，搞得我那个月都访问不成功，后来还是用了原来的就可以了。好，前面咱们把 activity 呢放到前面了啊，写个注释。好，这是 share 的 SDK，share 的 SDK， 我再来一个。好 ，share 的 SDK。好，这段标记呢就是专门配置 share 的 SDK 的，下面呢是咱们自己写的啊。然后呢，把这个文档里的内容啊拷贝拷贝 ，Ctrl C。好，站到这里面来，格式化一下，然后呢再单，这是一个，然后呢如果你执行了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啊，这个文档跟上次又不一样了哈，文档又不一样了，支付宝毁掉的，还有 QQ 客户端的一心分享，我看有没有新浪微博的，没有的吧，没有我就不用了啊，没有就不用了，啊，这个HTTP 也不用去替换，好，最后一步是不是就分享了？好，我再把最后一步写下就行了。好，这个是不用这样全面复制，在这里复制一下。好，复制一下。刚才我们把这个已经配置好了，已经配置好了。好，现在最后一步呢，我需要在这里面去调用一下啊。调用的时候呢，我把这个代码放到这里啊。你用的纸片，然后呢我这里面写到那个方法呢 share.o share 这个方法是吧，好，我直接把它放到这里来，它已经是个方法了是吧，把头去掉，发挥去掉，格式化下，可能系统的加入导员包，还有两个错误呢，啊，那个加包没放过来是吧，把加包放下，这个加包是那个，啊，刚才咱们解压到这里了是吧，是不是把这全部东西给它拷贝一下，拷贝一下放到咱们这个直接放到跟踪下就行了，啊，也是框，啊，还有没有问题啊，可能系统加包导包没有问题了，好，啊，现在已经 OK 了，然后呢我们来测试测试啊，我也不用图片了，我直接来个这个就行了啊，这个来个智慧北京，智慧北京，然后呢是137测试分享，测试分享，好，现在能运行一下，
提前把那个微博打开。3w.新浪.com 微博我先登录登录，发觉登录成功了哈，登录成功直接看博客微博。博客跟微博有啥？我们的是啥？微博是吧？好，就是这个微博21。哎，谁用我的了？10月3号，我明明国庆期间去玩了。谁用我的测试了啊？当然再来测，你测试没关系，别改我的密码啊。再来弄一下啊，分享。好，新浪微博。好，图片我都，这个图片怎么还有啊？分享一下。好，账号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在513上，密码是 IT 黑码是吧？谁要把密码给我改了？改一下。账号安全，我先看一下。账号设置。密码是我的手机号134305636890，这个吗？还不是啊，密码号码也是手机号码。我的账号是什么？也是手机号码。绑定手机，这个已经绑定我的手机号码了。我的账号是也可以用手机号码，也用手机号码登录一下。也不行啊，密码应该是 IT 黑码吧？好，有了，可以了哈。怎么没有设个 seed 是吧？成功了吗？成功，你刷新一下啊。哪里呢？就这个，把测试分享，可以了啊，20秒之前是吧？为什么有图片呢？因为我模拟器都没换嘛。讲手机卫士的时候，我说在模拟器里面放了一个图片，我当时还讲了，说我就不改它名字了，是吧？看当时不改名字是名字的是吧？啊，模拟器我都没换是吧？啊，还是这个模拟器啊。